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小优先给大家讲个笑话。雷总说给我买一个 Segway 平衡车回来玩。小米生态链企业 Nightbot 说，雷总，我帮你把 Segway 买回来了。这是不是有钱任性的最高境界呢？小优只能说，小伙伴们快来升级看看第233周的更新推荐吧。本周音乐新增歌曲列表页，按时间、语言、名称排序的功能进入音乐，我的音乐选择任意一页列表，在歌曲列表页下拉列表中就可以看到排序方式的筛选项了。你可以选择按照名称进行歌曲排序，也可以根据时间或者歌曲语言来排序，各种排序需求一次到位。终于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排序方式来看歌曲了。小优按照自己的方式排序好以后，眼也不花了，肩也不酸了，听着小曲儿爬五楼简直不费劲儿，快来试试看吧。好了，本周的更新推荐就是这些，想了解更多就关注Miui微信公共账号吧。有什么想说的，你可以@Miui官方微博，我们下周再见。